闻得出来，那就不就变成单恋的味道了吗？啊！我不要单恋。听起来是蛮有挑战性的对象哦。登陆诺曼底吧，难度啊，差不多是那样。有了，金正天，快点出去。나한테이렇게근사한여자친구가있을줄몰랐는걸얘네야우리엄마아니에요여자친구아니에요你们是男女朋友啊？不是。是。你刚不是俩文秘书吗？你就把这些东西整理整理，拿去叫人翻译就好。到时候箱子就里面说。陈念，你好棒哦！你怎么什么都很棒啊？你怎么？陈念，因为我不想看他不快乐，不能眼睁睁看他受伤。他怎么会接受一个这样会让他伤心痛苦的人？真的很笨。没事了，向来。怎么胆子那么小，被蟑螂吓成这样，真是没胆子丢脸。只要你回头，我都会在这里的。吃过早餐呢。哎呀，这全天呐，从看完电影回来之后啊，人就怪里怪气。那是失恋的吧？昨天糖果店那个女的，她好像叫做尹香芝，对，尹香芝。志忠啊，昨天呐，我们在餐厅里头啊，看到那女孩，那女孩啊。好像喝醉了，这醉相啊真难看。红桌这么多人，都是男的，就他一个女的，也不怕人家占他便宜。说不定真是他希望的嘞。你们两个，何必把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说成这个样子呢？这女孩就是不懂分寸。爸，知道这地方怎么去吗？又要出去啊？妈早。你要到这儿啊？这里不好找哎。你先吃完早点，我开车带你去。爸，我不饿，我想现在就去。你想就这样出门啊？等五分钟，刷牙加洗脸加换衣服，快！等五分钟，快去。干爹，带我一起去。陈天要去的地方，你不会有兴趣的。我出去叫车。让司机送他去吧。陈天怎么会让司机送他去呢？干爹，我也要去。好，等一下你问陈天好了。先吃吧。
梦里是谁的香味。等一下好不好？我去买点东西。睡觉，买什么？买给朋友的、啊，买给那个尹香芝啊。是啊，她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啊。嗯。你见过她家人吗？哇，我连见她都不容易，还她家里人。狗狗。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小时候怎样？小时候怎样？爸啊！小时候怎么样？说啊，说啊。没什么。嗯。前面转个弯就到了。糟糕，是单行道。我们绕前面那条路过去。最讨厌单行道，明目的地就在前面，还得绕路。怎么突然讲起道理来了？我是有感而发、啊。你看，大家的路和我最相知一样，都是单行道。狗狗，你一个人啊，埋头猛走单行道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单行道变成双向道，有来有往。这样感情才能畅通无阻。可是，他脸上总是写的禁止通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就要找出原因，拆除路障。爸，那都怪你了。我？对啊，香芝总是说我是小鬼，小鬼。都怪你不早几年把我生出来，小鬼。
敢打我？啊？好，算你狠。就是对面那个门，爸，回家好不好？我忽然不想去了，害怕，想逃啊！他很会训人，你不想把单行道变成双向道啊？想啊，当然想了。我告诉你，宿醉的人是最脆弱，也许这一次，他就被你感动了。趁虚。把妹还蛮有一套的嘛，快去！我走。냉장고배달왔습니다어전냉장고산적없는데어302호인데요302호여긴303호예요저기오른쪽에꺾어져있는집이302호예요아죄송합니다안녕히계세요好点了吗？哦，好痛啊！湘芝啊，你去哪里了？怎么考到现在才回来？안녕하세요여기가여향지집맞죠예我是湘芝的朋友，我是金神天。请问湘芝在吗？湘芝昨天没有回家哎，他去哪里？我正在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我听说他昨天晚上喝醉了。我该回家了。这么急吗？昨天晚上没回去也没打电话，我妈一定会很担心的。那我送你回去，跟你妈见见面。啊？不要，暂时先不要吧。等我先跟她说我们交往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妈她很保守的。我要亲口告诉她，我是个负责任的人。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责任。我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只是一切来得太快了。这就是缘分啊。Thank you.
常常晚上不回家吗？偶尔，有时候回不来就住在美珍家。可是我早上打过电话，他不在美珍家。同学，我该去上班了。哦，耽误你了，伯母。这个麻烦你交给小姐。你是特别送这个给他？哦，巷口店里就可以买到，还麻烦你，真是太不好意思了。那我先走了。哎，我送你出去，这边不好找吧？我自己一定找不到的啊，我是请我爸爸开车送我来的。那令尊呢？在外面等我。哎，这真是太失礼了，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我爸就在那儿。哦，我去跟他打个招呼。阿爸。香子的妈妈，你好。金先生，不好意思啊，成天麻烦你了。应该请你一起到家里坐的，很失礼。没关系，只要成天开心就好了。伯母啊，你看我爸是不是年轻又帅气啊？在大学教课的时候啊，很多女同学都暗恋他哦。没有的事，陈天一向跟我随便，喜欢乱开玩笑。我上班要迟到了。谢谢你，无论如何，请多照顾陈天。香芝。香芝，香芝吗？谢谢，爸，我们先走了。这样子配朵花才晕车。你们学习艺术的人，最重要是要明了到，任何形态的艺术，都有它相通的特质。只要能大胆的实验，才能创造出真正独特的艺术品。还有问题吗？想继续同学可以继续。好，下课，下星期见。老师辛苦了。
金波，宋鑫，什么时候回来的？中午刚到啊。金波下课了。是啊。怎么了？哎，我来接我女朋友下课了，她上陶艺创作哎。啊，我的学生？是吗？哎，她来了。老师。宋鑫，好眼光哦。亲友是个很有才气的女孩哦。好吧，你们走吧。老师再见。再见。谢谢。哎，对了，宋鑫啊，陈天这两天心情不好，有时间多陪他。狗狗他怎么了？金波没问题，我下课之后马上就去找陈天。金波再见。再见。再见。不在啊！不要来烦我好不好？你整天待在房间里面，心情只会越闷越差啊！来，跟我出去走走。我不想出去啊。哦，好，妈。哦，现在才睡醒啊？哦，头痛了一整天。哦。妈，你买了绿茶？是早上那个金城天送来的，还有桌子上的口香糖。啊。哦，头痛。哦，相知啊，那个金城天是谁啊？一个普通的学弟。那他为什么？不要问了妈，光是早上那个场面，换了是你还会想要来找我吗？哦。今天早上送你回来那个蒲成俊看起来不错，你好好跟人家交往啊。知道了。下次买酒呢，别忘了绿茶有口香糖。绿茶和口香糖，这是香字牌独特鸡尾酒。嗯，绿茶呢可以解酒，口香糖能去酒味。啊，你既然这么有心，就应该做全套的服务啊。
玩笑的啦。我很认真哎，我会把你的话当作真心。回来了。因为学校不能再请假，所以我爸就叫我回来把整理念完再回去。授权怎么样啊？嗯，还是那样。医生说要好起来，除非有奇迹。那我上去找狗狗了。五星，狗狗，这么巧，我心情不好。怎么了？我想去溜冰。好。我去拿个冰鞋，等我一下。好，快点啊！好。李阿姨，我跟狗狗去溜冰了。啊？哎，成天呐，我们要送云到机场去。我不去机场了。成天哥哥。李嫣，昨天是我不对了。可是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不会变的。哦。走，快去。拜拜，拜拜，我晚一点就回来了。我溜冰鞋忘拿，回家拿。衣服换一件呢。天气后好好照顾自己。陈军交往了。哦，你呀，你现在倒是愿意招供了。可是总觉得，明明知道那个人没什么大脑，没什么远大的志向，没有任何一点跟你相同，你也很清楚自己不应该喜欢他，但偏偏就是感觉遗憾。你说这应该怎么办？真正遗憾的是你缺少勇气吧。相知，你从来不肯听你心里的声音。啊！痛不痛？也变流传过来，不痛了。哎。你们一定要演成这样过瘾是吧？他心情不好嘛。我回台湾的时候，亲友知道我心情不好，每天打岳阳电话给我，你知道那种感觉，好窝心。那人世界刚刚好，那找我来干嘛？哎呀呀呀呀呀呀呀！경훈은내가친구야지금부터시작이야응응응成天走啦，花钱到这坐着，不如在家算了。嗯，鞋还没装好，你先去吧。也好啊，爸，先让我过过双双对对，然后再看你这电灯泡加入啊。哎，走啦。
哇！哎呀，
我希望自己是保护公主的王子。为什么却只有伪装成没有名字的野兽，我才能进入公主的世界？为什么？为什么？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雨香芝。哎，雨香芝。金老师，助教说你在这儿，我就直接来了，有没有打扰到您？没有。我随便玩玩，是为了座谈会导演的事来找我吗？我今天早上啊才刚跟他们联系过，一切都按照你们给我的行程安排，没问题的。我今天来是特别来向您道谢的。这个座谈因为有邀请受瞩目的台湾导演来，所以连很多校外的人士也希望能够参加，好热门呢。我年轻的时候也勉强算个文艺青年，很热衷这些活动。我了解这件事对你的重要性。啊，金老师，这是我代表电影社送给您的，还有，这是邀请卡，请你一定要来参加哦。这邀请卡我收下，你们真的不需要买礼物给我。哎呀，只是一点甜点，我们也没有更多的经费可以买别的。那就便宜我儿子喽，他很喜欢吃甜点。金承天从那天以后就没有来过社团了。你们还需要他吗？虽然他不是学校的同学，但是他中文好，公关能力也有强，接待的工作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那晚上告诉他，让他给你报到。没关系，他不一定要找我，找崔庆友或徐美珍都可以。成天没有带给你困扰吧？我太宠孩子了，从小他要什么有什么。我看他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却没有人帮他圆梦。没问题的，老师。成天他聪明，又善良，很热情，其实蛮可爱的。可爱吗？如果他知道你这么夸他，不知道会开心成什么样子。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比较好。夫人，请端茶。我现在不要喝，端走。哎，格不在啊。坐下来。去跟你儿子把话说清楚。爸爸打电话来，要他快点回台湾，准备申请大学。他居然跟我翻脸，说我设计他。你笑什么啊？别生气，再生气还得花更多钱去出皱纹。我还不是都为他好，他在汉城不读书，整天无所事事的。我知道，陈天也20岁了。你就是不愿意让他自己去闯，就算他跌得头破血流，那种真正痛过才得到的经验，不是我们可以给他的。不行，他懂什么？连做人最基本的道理都没学会。
爷大老远来这做客，他居然有本事把这小女孩给气跑。我上去看看他。狗狗。猫咪侠不吃甜点了，是华语社的尹香芝同学送的。香芝为什么送你礼物？起来，跟我去跑步。为什么？不跟我走，别想知道答案。game 里面的人物，拿着摇杆上下左右跳，全部由他控制。我没自由，只有要反抗，所以不想回去吗？当然，还有一些不便透露的私人因素。既然不便透露，那我们当家长的人就认为这些因素不存在。爸。心情已经够糟，你别闹了啊！你还没告诉我香芝为什么送你礼物啊？啊啊啊！他希望我说服你回去帮华语片展的忙。他拜托你求我回他们社团？那倒没有，但是他认为你是最适合接待导演的人选。啊，他说的。嗯，自从那天以后真的没有勇气再面对香芝。你伤心了，不再喜欢他了？不喜欢他，我越喜欢他越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这里的观众席有10万个座位，奥运会的时候每一个选手都要在10万双眼睛前完成他们的比赛，得到金牌的人可以在这里获得10万人的掌声和欢呼，感觉一超真。金牌永远只有一个，可是每一个选手都要经过4年的努力才有机会站在这个场地上，就算他们的成绩是最后一名，但是你永远没有看过任何选手会半途而废。最基本的 sportsmanship 也是人生的道理。狗狗，你该为自己认为值得的事情奋战到底，经历过了，就算注定是输家也了无遗憾。爸，我们来比赛。哎，爸，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哎，来了。凡事奋战到底嘛。
洗好了。金承天，这次华语片展最主要是要把三个导演的作品做一个讨论。我们希望导演呢能够来讲述大纲。金承天，希望你在座谈会开始前就能先跟导演做好沟通。拖时间啊你！啊，我放在桌上，你等一下，我去拿。我不等了，我自己坐电车去啊。哎，等一下，很快啊，来不及了。校对稿子，我忘了带钥匙。陈天，你先说。你要不要去哪？我可以载你啊。我大概要坐到晚上。我走了。拜拜。我下个月回台湾了，在回去之前，我想和你去乐天世界玩自由落体。你答应我，等华语片场结束后一起去的。华语片场是星期二，星期三我们去，我会在那边等到你来。旗袍呢？哦，他好像收到箱子去了，你把箱子打开找找。叔叔和狗狗，狗狗，这头发我觉得好丑，我不要跟它玩。爸爸，姐姐好香哦！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过呢？简直不要吃太多甜的，对牙齿不好。不喜欢啊。那就便宜我儿子了，他很喜欢吃甜点。我太宠孩子了，从小他要什么有什么。透过张艺谋、王家卫和侯孝贤的电影，各位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岸三地在不同的人文背景下所孕育出来的思维模式。我认为这就是这一次贵校所举办华语片展最有趣的部分。我非常佩服主办人的巧思，
也谢谢这次给我和大家谈话的机会。强爱波、王卡威、克里哥、侯孝贤看头的融化的同学，有的本地人、中国、台湾、香港的文化哇，克罗普通、帕森特人，中国的沙友、庞西尔，去哪里？日记秀，可米达。저는이것이일본종구역용화체의가장중요한부분입니다고영광으로생각합니다수고하셨습니다사인좀해주세요감사합니다谢谢，谢谢导演，谢谢。你问的问题都很专业。我非常喜欢华语电影，将来希望我也能拍出可以请你指教的韩国电影。拭目以待了，谢谢。谢谢。我跟陈天要先离开，他的父亲还在等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您。别这么说，能跟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一起讨论我喜欢的电影，我觉得很过瘾。金晨天，麻烦你替我跟金老师说声谢谢。哦，我知道。你不要忘记我们约定。嗯。阿松星，你今天辛苦了，好棒哦。不会，我难得上台，很爽。明天，我们走吧。我们走了，再见。谢谢。谢谢。拜拜。明天我会等到你来，等到你来为止。你好像不是很专心哦。啊，我常听人家说，有些演员入戏太深了，就算戏拍完了，都还活在戏里面。我也有那种感觉。你是这阵子太忙了，所以精神恍惚吧？你穿这样真的很好看。啊，刘阿姨的感觉。不对，很性感。性感？这个名词不存在我的身上。啊，有，你就是性感。这阵子每天剪片都没时间陪你，明天我放假，我们可以一整天都在一起。我要回家。是啊，要回家，回我家。喂，湘芝还没有回来。妈，你在说什么啊？湘芝，是你啊。妈，我晚上要住美珍家。不回来？那个金晨天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请你回电话，他留了他的电话号码。我有他的电话。
你要回电话，他好像很急。好，妈好了，我要挂电话了。你喜欢这里的菜吗？吃这么少？啊，不是啦，我本来就吃的不多啦。我还记得18岁的时候，第一次约会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子，她失约了，然后天开始下雨，我在雨中等了5-6个小时，她还是没来。那时还自以为是，想着连老天都在为我流泪。我会等你来，等到你来为止。相知，那是18岁的事，你不会介意吧？啊？你说我会介意什么？你怎么了？没事。你说你等他5-6个小时，然后呢？后来怎么样了？然后我就病了，半夜被家人送到医院急诊。是吗？很傻吧？那时候就是相信他会来，一定会来的。我去一下洗手间。我会等你来，等到你来为止。他一定。出来！是犯贱呐！他对你那么凶，不是？不是小孩子，我已经19岁，要不有我在，一定会保护你。快上车！저는저꼭들어가야돼요친구만찾고바로나올게요손님오늘은영업시간이끝나서안될것같습니다안된다고요제순간에무슨일이든생기면아저씨가책임지실거예요